刚看完医生，他讲羊水有点少了，然后就叫我明天生，然后现在我要来抽血。我不能。你可以的。不要哭啦。你怎么哭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哭。没有哭。你怕哪生孩子？没有，我没有哭。你怕生孩子？不怕。那怎么你哭到这样？没有，再正常还是？我们在咖啡你哭到这样啊？有人呢？疼，我不能了。他进去手术室好像他很紧张很害怕。今天的手术很成功，然后不像之前那么可怕，这是真的是 very good。 然后虽然我也是哭了半死，可是是 OK 啦。然后跟我出来过后休息一下，帮我放 antibiotic 吊水，跟我的父母来看 baby， 然后我就吃点东西，也没喝水，也没有呕什么，一切都 OK。 然后现在我要睡觉了，好累，拜拜。